点怪。你还要再去买？中水喝不够。真的吗？我喘不过气来。今天要挑战几罐吗？上个礼拜的记录很惊人哦。上个礼拜记录不惊人，那不是我一个人喝的，我一个人喝过一整打。我不行，哇，好，那第二首歌的话呢是新曲。非常有趣的歌曲哦，希望大家就是等一下都可以跟我一起喊啊，一起动啊，这样。对，但是因为是新曲，我想要先让大家感受一下，这样，所以我就不先多说介绍了。这首歌叫做《Useva》。
们没有爆掉。他很好，对，他很棒。好，那接下来大家就直接带来接下来的曲子了。Yeah. 希望大家会玩会想要一起喊的都可以一起。好，为大家带来 I am me。Oh.
呆，就是陪娇娇一起度过这快二十分钟，然后非常谢谢主办的邀请。然后我是鹿刊 banana， 如果对我刚刚的表演是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到 FB 搜寻 RUKABANANA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专，还有 IG 以及推特。那我等一下会在外面进行平行悟饭的部分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欢迎来陪我聊聊天。然后呢，娇娇晚场也会在一样是第二组的表演者，然后晚上还有另外一首新歌，所以一定要来哦。